消腹手术不只要找专业的医生，而且要找真正有在做这手术的医生。很多人只是说而已，他不见得真的有做。这个东西就像你没有做过的话，你可能对这个概念就会有限了。更何况消骨本身就是比较高风险的手术，你更是需要找一个比较有经验 的医生。所有的医生都是经过这样慢慢养成的啦，所以养成阶段应该是在医院。那医院里面养成之后出来就没有问题。话要说回来，在医院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会接触到的是很多都是在养成中的医生帮你做手术。随便讲，这样这个无可厚非啊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啊。对啊。